董事长。董事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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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大家好啊！又到了每月一次的聚会，粗茶淡饭，小小家宴，希望大家能够尽兴。另外呢，我也对大家为九宇集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谢谢董事长。徐斌，哎。爷爷好。哎，今天除了咱们的家宴以外，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宣布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夏沫小姐。作为我们俊瑶未来的妻子，以及我未来的孙媳妇，将来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放心，我在。大家好，我叫夏沫。夏姐你好，夏姐，夏姐好。既然大家也认识了，又不是外人，咱们大家一起为我未来的孙媳妇干一杯。夏小姐好，夏小姐好，夏小姐还需要多多帮助啊。